小雅，小雅，你怎么出这儿了？看电视看的。哭过了吧？看还不看？还骗你妈？妈，你就别问那么仔细了。是找段飞去了吧？我要是能找着他就好了。小雅，男人固然对女人很重要，但是再怎么着也比不过自己。别让一个段飞蒙晕了头。妈，你当年跟我爸是不是也这么想的？所以，将心比心，你就别管我那么多了。饿了吧？给你做饭去。我要吃面条。喂，林总，我这边下午6点，你已经休息了吧？没关系，你说。最大努力争取，但是马克西姆势力让整个保守派在斯特林内部丢掉了话语权。斯特林家族现在更加信任戴娜和他背后的支持者，那份合同协议看来是没法履行了。和我预想的差不多。我是来告诉你，斯特林集团这边刚刚接到邮件，戴娜要求把他此次访问的周期延长到1个月，同时还调度了好几笔。看来他是要看我们好戏看到底了。你说他调用了资金？没错。他和红顶交涉关于资金的问题了吗？没有。看来这笔资金不是给我们的了。这是激进派的一贯策略，你一定要顶住。我会的，放心。段飞呢？派去给戴娜做贴身保镖了，但是今天戴娜一天都没有回酒店。那是段飞运气好，以戴娜那种水性，肯定要对段飞出手的。你什么意思？那怎么办啊？让他做好心理准备，坚决抗拒，关键时刻以死相逼。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？好啦，没什么事儿，你就快让我们睡觉吧。好，但是一定要让段飞做好心理准备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知道啦。有消息了我会再打来。晚安。嗯，晚安。我听说有一个很难对付的女人要对我出手。那你还不赶快以死相抗啊？那个谢岩把你的贞洁看得多宝贵啊。我还有贞洁吗？也没什么，遇到些麻烦，脱身用了些时间。你呢？战争爆发之前，就应该分出胜负。天海来了一个人。你什么意思？也没什么，
过两天再见面。这几天啊，哪儿也别去了，留在我身边保护我。怎么？你也有害怕的时候？只要有风险，就要有规避的策略。你打算什么时候进攻？还有57个小时，40分。37秒。不错，客房服务也不错，提供的红酒好像也挺像那么回事的。您满意就好。南山皇冠假日酒店的服务能力，这在天海是最出名的。你不会特意过来就是问我睡得好不好吧？我来问问，您今天有什么安排？没什么安排，我准备呢在这接着睡一会儿，可以吗？可以，那我先走了。等等。如果这里不需要我，那我先回公司了。你不是保护我的安全吗？安全也有需不需要的时候吗？我饿了，酒店提供早餐？提供。那你去帮我拿上来吧。你好，我想打包一下早点。好，行，您稍等。戴总，戴总，早饭来了。有一份点菜进入厨房，是戴娜的房间。哦，他点的什么？点了一瓶拿破仑干邑，还有一份沙拉烘蛋。哎，你这个是2304的吗？对。啊，刚才客人打电话到前台说，先不要送到房间。哎，不对不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，客人不是没钱，只是说先不要送到房间。不，哥，你是后厨的吗？啊，对啊，我是后厨的，你是新来的吗？啊，对啊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就不是我说话，这跟你就这么费劲，就行了，就。胡哥，按规定这个我得送回后厨。啊，没关系，这个我来处理就好了。你别跟着站着，赶紧去干活去，偷什么懒啊？放那儿吧。
你要去哪儿？我点了一瓶酒，我们一起喝点吧。不用了，如果没什么事。你是第一次接触其他集团的女性高管？云石同猜出了多少？什么？斯特林期望的天海市商圈格局，云石同猜出了多少？你就这么直接问我？我说过我不喜欢撒谎。我虽然没有和云石同直接交流，但这点分析能力他还是有的，否则红顶就没有什么考虑价值了。我们判断，斯特林想让天海三个旧巨头争斗起来，只和最后的胜利者合作。没错，任何考察都不如真实竞争中优胜劣汰更有参考性。斯特林就这么喜欢到处挑起战争吗？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争斗的，商界更是如此。难道你认为只有和平合作才是正当手段？既然你只想和赢家合作，那我在不在这儿保护你也没什么意义了。再见。等等，段飞，你还真是我第一个遇见这么有意思的人。是吗？如果我说红顶的命运可以掌握在你的手里呢？我。没错。我去开门。先生你好，您的餐到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先生你好，我是这个酒店的大厨。你好，您的餐到了。看那边的。您好，酒要给您倒上吗？好的。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那运动我就先走了。等等，怎么了？你最近总是早退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嗨，这不是那什么吗？因为那个，就是那客户，客户的事儿。你的私生活我不干涉，但是最近集团有大动作，这个时间任何人都能松懈。明白，我明白。您放心，那我就先。先走。好嘞。哎，云总，您刚才说集团有大动作，那个戴娜同意咱们跟斯特林合作了？他只跟赢家合作，目前天海市有三家集团。那您的意思是红顶要宣战了？盲目观望，丢掉先机，只会让我们越来越被动。那寻找联盟呢？你觉得就凭我们和苏氏的关系，他会和我们合作吗？苏氏不行，咱们可以找天浪啊。之前魏忠生不是联系过我们？他把天浪看得比什么都重，肯定会以大局为先。如果跟咱们跟天浪达成联盟，联合起来一起对付苏氏，那不是容易了许多？咱们跟斯特林合作，肯定是手里的筹码越多越主动。现在天浪崩得不成个样子，他们跟斯特林合作，不是被收购，也是被架空。但我们找天浪，对两家都是上策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……哎，但是什么呀，云总？咱们不去找天浪，苏氏人先去了，咱们可就被动大了。明白了，
我会先尝试接触一下这件事。人事部也可以先做准备，但是先不要泄露出去。好，那我就先去准备。请先出去吧。现在是通过藏在屋里几个地方的摄像头看着你。干什么呢？喝酒啊。站着干嘛坐呀？怎么了？今天不敢喝了。没事。我们咋知道你对这个女人有点困难，就提前装了几个摄像头。不过你放心，你进去之后我再启动。好了，老大，你先别在那喝酒，他有下一步动作，我会告诉你怎么做。喝点吧。就算再怎么敷衍了事，也不要不尊重酒。喝一小口，大概35毫升，在嘴里含2秒之后咽下去，咽的时候闭上眼睛。这瓶酒是这是威欧幼级感染，年龄4年0-3个月。看不出来你的品味还不错哦。哎呀，老大，随便跟他说几句，别每次都瞪我。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泡上大嫂的。你的菜凉了。老大，你问他为什么不把内衣好好收好？你为什么不把内衣收拾好啊？一定要过得这么拘谨吗？你喜欢破坏规矩。规矩定了，不就是让人破坏的吗？握住他的手。情况很危险，我握住他的手。怎么了？嗓子不舒服吗？没有。老大，我这是在帮你脱身，快握住他的手。你眼睛怎么流泪？他的手没有云诗彤的暖，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表情。你的手没有我的太太暖。对不起啊，小雅。哎，小雅，要不然
我请你吃饭吧。等你请我吃饭，我早饿死了。省省吧。哎，小雅。上次的事儿是我对不起你，你还是继续来全场吧。你不是要刷记录吗？谢谢你啊，小雅。我昨天晚上想了特别久，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离段飞哥远点啊？没有，其实飞哥只是不想把你卷进来。卷进什么？飞哥不是说了吗？他来天海是为了查一件事情。查什么？16年前，飞哥的爸爸段红是在天海遇害的。原来是这样啊。那你上次问我的……啊，小雅，查一件事情需要从很多地方取证，所以这件事情应该和你妈妈没关系，别担心。16年前，不对呀，我想起来了，爸爸妈妈的公司是在16年前关的，爸爸是那个时候出国的，妈妈也是那个时候到苏氏集团帮爷爷管理公司的，吴总管也是那个时候到我们家的。都是16年前。爸爸妈妈的公司是在16年前关的，爸爸是那个时候出国的，妈妈也是那个时候到苏氏集团帮爷爷管理公司的，吴总管也是那个时候到我们家的。都是16年前。是饿了吧？先吃饭吧。行。我先去洗澡，你老实等我。好啊。真真啊，
你说你怎么老带我来这家快捷酒店呀？你带我去你家看看啊。哎呀，我家又旧又丑的，我怕你看了会笑话。哎呀，怎么会呢？来，过来，到这儿来。嗯。快听话，快点过来。哎呀，也就能落得这两天的清闲了。怎么了？云总为了那个斯特林集团要和苏氏开战了。今天去天朗集团找魏忠生谈合作的事情。云总今天就去了？嗯，要是真打起来可就麻烦了，天天都得加班到11点。哎，到那时候还有什么搞头啊？你是想在集团里面？啊，我可没说啊，是你说的。死鬼！行，当时的天朗帮是一下子繁荣起来，很快的时间内起来成了天朗。当然，红顶和苏氏也是在那个时间段走上正轨。整个过程当中，都有一家叫明飞的民间投资公司参与其中。这公司你们查到多少啊？这间公司是苏小雅父母开的，就是苏明。他和当时的变故有什么关系啊？当时的天浪红顶都从这家公司得了不小的融资，当然都是在你爸被害之前。当乱红叔被害之后，这家公司很快就消失，苏明也消失了。苏小雅说嘛，他不管去了哪里，会不会回来，都不是很清楚。所以我们觉得，你是说苏明有可能死了？没有办法，但是有一个人正好在这个时间点出现。当时投资公司的资金最后走向，还有地下组织的去向，都有这个人影。老大，你还记得苏老旁边的那个家吗？哪个？那个人，他就是吴学晶。雇佣魏天浪，解散投资公司，抹去证据，到他现在作为苏氏集团总裁。老大，你觉不觉得这场吴学晶下的一盘棋？你找到决定性的证据需要多久啊？如果苏小雅和苏菲不开口的话，应该很难。但是他们有可能不知道，战争马上就要打响了。战争一旦打响的话，很多问题就会浮出水面。这件事不让石东知道，在找到证据之前，我们先应付这场大战。好，老大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明白了，你们的动作也要隐蔽一点。如果找不到任何线索，就先解散。
事，你再休息会儿吧。待会儿不是要开会吗？情况就先介绍到这里，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我最新制定的红顶应对策略。下一步，红顶集团即将收购天浪集团。云总，天浪集团的经营范围跟我们完全不同。电子商务的生态圈就是要百分百覆盖生活的全范围。娱乐行业早晚有一天会挡在红顶面前，为什么不趁现在就跨过去？照您的说法，天浪集团已经得到了融资，另外呢，它的背后是斯特林在支持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即便是全力以赴，也未必能够收购天浪。陈总，请您好好想一想，电子商务和服务行业的资本量之间存在极差，能源动力和电子商务之间又存在极差。即便是天浪集团得到了支援，我们尚可靠几个月前积攒的强势吃掉他们。如果一旦放弃这个机会，等待苏氏集团调集资金攻击我们，我们还有什么资本可靠？云总，即便您的判断是正确的，这种大事也应该召开股东大会商讨。股东大会会召开，但是这项决议不能拖延。您说什么？收购天浪集团的决议已经由我、段飞、徐若海和叶芷晴等十一位股东商议决定，十一位股东的股权之和已经占总比例的53%。按照公司的规定，收购天浪的决议可以在股东大会之前执行。林总，再次恕我直言，您这是在推行多数人的暴政。这是商战，在战场上，你希望统一所有人的意见吗？这项决议从今天开始执行，相关部门到我公司召开紧急会议，董事会的时间另行通知。在座的各位，如果没有什么异议，可以散会了。请进。魏总，红顶在接触我们的投资人。接触到什么地步了？初步接触的都是一些小股东，总持股比例大概有3%，但是这个进度正在加快。好，我们反击，和所有他们接触的股东联系，抬价回购股份。每一个百分点都要消耗红顶2到3倍的资金。明白，但是风投公司那边不会因为这个事儿改变态度吗？那几个风投公司自从拿到股份之后还没有过动作，我们不用管他们，我们先弄他们。知道了。对不起，请稍后。哎，你好，陈先生，我们刚刚得知您有意出售手上天浪集团的股份，现在天浪集团希望以市场基价的2倍回购这些股份，您的意思呢？你是说市场基价的2倍？没错。啊，好的，先这样。
怎么了？爸，你不待在集团坐镇，跑到这儿来做什么？爸，我已经拿到了红顶的市值统计报告了。是吗？那你还等着干什么？爸，让苏氏发起进攻，这是您的意思吗？挑起和红顶的商战，这可是大哥当年选择的路。路没有错，错的是人。斯特林集团来了，我也好，云顶也好，段红也好，都是过去式。你也不用老考虑我这个快进棺材的人。爸，既然是这样，我还有一个请求。苏氏已经交给了你，我没打算再收回来。您是认真的？我说过，现在你是主帅，这段时间凡事不用再到这里汇报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个布雷，他根本就不听我的命令，我担心他迟早会在天海闹出大事来。我早就说过，这个人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天海。既然他来了，我也只能限制他到这一步了，其他的就靠你自己了。好，我明白了，那我先去吧。请进。云梦，赶快把电脑借我用。怎么了？云梦，这谁干的？我正在查，制作这份报告的人非常多，现在人事部是人人自危啊。市场部的电话已经被人打爆了。那投资人那边呢？市场部在打电话沟通，现在还稳得住，但是他们电话都接不过来了。我们被人摆了一道。是魏中生吗？我不确定，但不管是谁，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徐总监，把你那边空余人手赶快调到市场部接电话。好。段飞，你去召集几位总监，我要马上召开紧急会议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件事先不要让宋总监知道。这份文件和宋兰将军有关系吗？不能这么说，但是在没有任何证据之前，我不能随便平白无故的处决一个高层。你其实怀疑宋兰真对吧？毕竟他以前给柳芳工作过，我觉得。明白了。从现在开始，集团里的重要事务都不通过法律部总监。如果牵扯到法律部门，让他们直接来我办公室跟我开会，只能这样了。好的。这份报告现在出了很严重的问题，所以像我刚才所说的，你们的外卖处理一下这件事情。OK。你们的外卖。一马上去。现在，我不是要追责。当务之急是要控制这份数据的报告。这次付过了吧？付过了。这个支付软件是已经公司开发了。
谢谢了。这份报告里90%的数据都是真的，所以它基本上它就是真的。这种造谣很难证明，如果我们现在要自证的话，即使拿出证据，估计也不会有人相信。那这10%的假数据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？主要是当月结余和业务增长量。按照报告里的说法，我们这个季度是负的。林总，盒饭到了。如果暂时想不到对策，咱们先吃饭吧。大家先吃饭吧。谢谢林总。来来来，大家给我到这边领饭啊。他们今天送汤来了吗？没有啊，还是盒饭啊。我已经跟他们说了很多次了，如果送来的东西再跟图片不相符的话，他们的店就可以在网络上下线了。哎，你别激动啊，咱们先吃饭，然后再想别的办法。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啊？光是我自己看了这份报告，我都会觉得红顶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挪用公款。那对付不了这份报告，还能怎么做？回购股份，这是最坏的打算了。一旦回购了股份，很长的一段时间，红顶不能有任何动作。更别说这公司宿舍电话了。林总，林总，你别急，慢慢说，有什么事儿？没事。怎么了？